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如这个图了哈，从点 P0 就是原点啊，00出发，然后呢这样绕，然后呢每增加一步的话哈，它长度是一单元啊，哦这个长度都是一单元，哦所以下一步的话呢就是负10嘛，啊再上来的话呢就是负11，哦啊再来这个是11。啊，再来这个绕，这个是一负一这样绕。那他说现在哈，然后绕到那个 D N 点啊 ，D N 点的 X 坐标就是 S N，Y 坐标是 Y N 哦。像这个的话，这个是 S 一 Y 一啊 ，S 二 Y 二 ，S 三 Y 三这样子。然后他说哈，请列举呢螺旋线啊，这个就是螺旋线嘛哈，线上呢前四个。前四个哈、哦，使得什么呢？这个方程式成立的格子点呢、啊？哦，就是说这个 D N 点哈、哦，它的 x 坐标的绝对值加那个 y 坐标的绝对值呢，是等于2的 PU。好，那现在这个怎么做哈？首先我们来看看哈，这个具有呢 S N 加 y N 绝对值的这种点哈、哦，都在那个角落上。好，为什么呢？比如说这里嘛，哈，那个你如果往前嘛，哈，它的那个，S N 的话呢，就缩小，就绝对值缩小。啊，往这边的话 ，Y N 哈，它绝对值缩小，这一样啊。往这边的话 ，X 绝对值缩小，往这边 Y 绝对缩小。所以它的那个，它什么呢？那个 S N Y N 把它最大的话，哈，都是在端点上。好，那我现在的话就把什么呢？就把这 S N Y N 我把它拆成了两项，我让呢两项呢都达最大，那拆成两项的话呢，就是除以2嘛，就一零呢，零二七十四嘛，好，啊加多少呢？一零零五了，一零零八，哦，七加八等于。15嘛，这样的话就2005。好，那这种点的话呢，会在哪里哈？我们看看哦，这里的话哈，这种角啊，哦，这种角的话，它的 S N 跟 Y N 是一样的，只有这种角哈，它的 S N 的绝对值哈，比 Y N 的绝对值多一啊，所以这个的话是在什么呢？是在边边上，哦，边边上的话，也就是说哈，在某个边边上的话哈，这里是多少呢？这里是的，这里是，这个 S 比较大，就是负10008，啊，24嘛，10008了哈，啊，那个 Y 的话就是1007了哈，我看到没有 ，X 的话是负的，那 Y 也是负的 ，Y 的话是负。1007啊，哦，这个是第一点的，哦，第一个点，然后呢，再来哈、哦，再来的话呢，就往上哈、哦，到达这一点的话哈、哦，这一点是多少呢？这一点是，X 哈、哦，是多少呢？是1008，哦，一负的1008了，那 Y 的话呢，就是正的1008。正的呢1008，然后我现在呢，我退一格，这个什么 y 就减少一嘛，退一格的话哈，这一点是多少呢？这一点就是负的1008，哦，啊 y 坐标是1007啊，那这个就是第二点，然后在这里的话哈，你往这边移动，往这边移动的话哈。这一点的话呢 ，X 就那个绝对就少了一啊，所以这个 X 是负1007，那 Y 坐标没有动是1008，这是第三点。那第四点的话呢，在这边哦，第四点的话，这个角点哈、哦，这边过来的话哈、哦，这个 Y 坐标没有变嘛，是1008。
要做辩证的，也是1008。哦，就 x 坐标辩证的1008 ，y 坐标原来一样是1008。然后你往后推格，往后推格的话，这一点的话，这一点就是 x 是1007啊，那 y 坐标是1008，这个是第四点的。所以的话，我们先来看哦，它要你写出那个，螺旋线上哦前四个使得这个成立的嘛，那就是什么？第一点就是说，第一点就是这一点，啊负1008，啊这个负的1007啊，这是第一点，x 什么负1008。然后呢，这个第二点哈、哦、是什么？是这一点，负1008。然后呢 ，y 坐标是1007啊。好，那第三点是多少？是第三点是负，第三点是这一点。哦，一个1007，一个1008，负的1007，啊跟1008。哦，这是这是1、2、3嘛，第三点，啊第四点的话哈、哦，第四点是这一点，1007，啊跟这个1008，所以呢前四点哈、哦、就是这四点，